do it. You all give a hello. Say hello to everyone. 你好，哇！好的，那么希望接下来的比赛，澳门可以继续为我们的首钢加油助威。非常感谢，然后，我就是觉得有别人来看我，花他们的时间，当然是，是我的荣幸，可以来这里，给很多别人的机会来看我打比赛，或者。我可以来中国打篮球，在很多球迷的面前，我觉得是非常棒。这就是为什么我选来 CBA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